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尔时，一一普贤菩萨皆有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彼诸如来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三昧，佛子，此是十方一切诸佛共加于汝，以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故，亦以汝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所谓能转一切佛法的法轮故，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故，普照十方诸难利海，悉无余故，令一切众生存自杂染得清净故，普摄一切诸大果度无所着故，深入一切诸佛境界无障碍故，普摄一切诸佛功德一切佛功德故，能入一切诸佛法实相增智慧故，观察一切诸法门故，了知一切如来生根故，了解如来助众生根故，能持一切诸佛如来教闻海故，这段经义啊，大致是这样子分的，一个是诸佛现身，以佛的口加持普贤菩萨，同时呢，共同赞叹普贤菩萨得这个定，普贤三昧定，这个定不是因，是果定。果定，在这个文中大概分三段意思吧，一个是佛同家，佛佛道同故，一切诸佛都是善，一切是毗卢遮那佛的本愿力，再加上普贤菩萨自己的恒愿力，才入这个普贤三昧，这是入定的因。诸佛的加持是为缘，因缘和合了，而成就入此普贤三昧定。这个文中所讲的一共啊，大概是有十种的含义，表佛的十字，表佛的十字，定中所见的，定中所行的，诸佛不加持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加持一些众生，这种种的难力，说依报，说世界。正报说佛海，完了说这个名号及解脱，完了显示普贤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微妙的妙用，这些都属于功德，前五个属于功德，以后下三属于智慧，第六说波罗蜜，
波罗蜜嘛，就是十相到彼岸，到了彼岸的十相，转法轮，转法轮本在入定中，那定中他到一切刹海之中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就要说法呀，说法就是转法轮。我们第七呢，要知根，显根，根啊。第九呢，就是演说。第十呢，就是实质，就实字。因此，在这个在普贤三昧品当中，里头没有答辩，只有现象的显示。这种前头的如来现象品中所演的那十佛刹海微尘说，那些大菩萨意念中都是请问的三十七问，如来现象呢已经答了，在现象中已答了那个前头的续分中所有来的那些大菩萨种种的问号，问号就是有些个怀疑的问题向佛请示，但是没有说出口，意念把它总结成为三十七个问号。佛本来在现象当中已经答了，答了有些大菩萨还不能理解，说普贤菩萨在三昧当中答前头的三十七问，这个并不是这一品啊，普贤三昧品就都答完，以下所演说的华严经所演说的都是那前头四界海菩萨所问的那些问题，这是显佛的什么这个什么妙用呢？普贤菩萨在他的三昧当中显示一些诸佛的持字，持字。所以拿海的形容着，言其这种智慧甚深广大啊，用这个海的形容词，海是形容词。在这个十字当中，三处是用海显示，两处是用智显示，那以上的五处是标的前文所讲的，已经说过了，他这个地方不重复，清凉果寺没把它重复，入世显示。那这个文中呢，非有口家、意家、身家，家就是加持啊，咱不是求加持吗？求佛的加持吗？佛的赞叹普贤菩萨，那是一家，那是口家，口家，加倍他赞叹的功德。其次呢是一家，咱们前头念的这一段文呢，那是佛的口家。十方诸佛共同赞扬普贤菩萨能入这个毗罗卓诺的藏海这个定。那么现在最下的这一段文呢是一家，说明了十方诸佛口意身隔到后头，而是十方一诸佛给普贤菩萨摩诃萨，这一家啊，给他什么呢？能入一些自性力，自性的力字，是一种字啊，还给他入法界无边的无量的智慧，还十方诸佛加持他，成就一切佛境界字。
还要与之一切世界海的成坏智，与之一切众生界广大智，与诸佛甚深解脱智，无差别的住三昧智。加持普贤菩萨能入一切菩萨的住根海智，这都是加持普贤菩萨啊。与一切众生语言海智，转法轮的词辩智，说法言辞辩才，有这种智慧，能普入法界，这叫一切海世界海的深智，得一切海佛音声智。如此世界中，如来前的普贤菩萨，蒙一切诸佛的如来的智慧加持，像这样的一切世界海，十方所有一切海，比世界海一一禅宗，所有普贤悉已入世，得到诸佛的加持。何缘故得到入世加持呢？因为普贤菩萨正比三昧故，正比三昧就是普贤三昧，是吧？法入世故，法入世故就是自然得到诸佛的加持。这上头说的十种字。这十种字啊，都是成就了佛的果德，说成为果海之字。十方一诸佛把他加持的灌顶的力量，使普贤菩萨的智慧无奈，是无奈，这叫一切自性。这一些自性呢，就是显示一些果海的力量。哎呀，有智即是力，因为有智慧才产生力量。这种的智的力量是使一切无所能驱动的，即是实智也是实力。智是能入，咱们前头说这十种，以智能入与其余的诸佛海中，这世界成就品讲究的十字就是这个十字。这给那个后一品的世界品表示，为什么能成就世界，是由十字而成的，由这个字达到以后的诸品所说的佛的实字。但是这个会的当中呢，是在普贤菩萨他入定入三昧当中得到的诸佛加持，也是他定力所生的。所以一切的神变在一微尘中能现佛境界，能说佛诸佛的之法，都由这个普贤三昧力故，这叫生前起后。这是一家啊，完了还有身家，与一身，世世十方诸佛各属右手摸普贤菩萨点，其手
皆以相好庄严，妙王光殊，香流艳发，浮出诸佛种种的妙音，即以自在神通之事，过现未来，一切诸菩萨普贤愿海，一切如来清净法轮，及三世佛所有的影像，皆于中现。如此事业中，普贤菩萨为十方佛所供摩顶。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一一禅宗所有普贤菩萨悉已入室，为十方佛所摩顶。咱一般的说摩顶受戒，这是摩顶给他置换，给他置换。所以佛的以佛手摸普贤的顶，也加倍摄受。说十方佛呀，不动本戒，而来加持普贤菩萨。是不是那胳膊伸的太长了？也不是。这前求一家，大家就体会到了，一家也入世了。这叫摸顶受记，叫一手触他的顶。十方诸佛没动本戒，普贤是在定中啊，十方菩萨也，十方诸佛也在定中，这叫表佛呢是如来自在的业用。这个手是从性起的，兴起的，手是有相的，性是无相的，这就形容着诸佛的相好妙好的庄严是有相的，性是无相的，既没有言说也没有形象，但这个相依性起，所以就想着不可思议，突破殊胜了。那普贤入这个普贤三昧，是得到十方诸佛口、意、身三业加持。不要一定那么的身口意啊，先身后口后意。那文的次第呢，先是说，说完了意的加持，无言说，言说即无言说，形容啊，这《华严经》说。说是没有说，是没说而说，有时候现象，有时候放光，如来现象篇，他那些诸觉大菩萨都理会到，那他们所请问的问题，佛的光放光已经给他们解答了，解答了。那普贤菩萨犹如普贤三昧，又给那诸佛菩，又给那诸大菩萨解答，就是根据的续品，续品完了如来现象，完了入了普贤三昧。对，这个普贤的三昧啊，是菩萨的境界最高了，也是诸佛的境界。在普贤菩萨这三昧当中，得到诸佛的口、意、身业的三业加持，那他就从定起，而是普贤菩萨即从三昧而起。从此三昧起的时候，即从一切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门起。这个三昧啊，是一个，这一个变成无穷无尽的法门。所谓
所谓就是解释啊，重说一下，从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的智慧三昧门起，就是除了是出定了，这个定啊叫普贤三昧了，这个三昧就是三世，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中念念念念，咱们可以理解了，咱每个人都有一些念念，咱们的念呢可不是三昧，普贤的三昧念念都在三昧之中，在三昧之中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根本智，无差别善巧智，是这么个大定，定能生慧了，所以这些个字啊产生在普贤三昧。从普贤三昧起，就是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界，一切法界，法界里所有的微尘，每一微尘就是一个三昧门，说是一个普贤三昧啊，就是无穷无尽的三昧，无穷无尽的定，从一切的法界所有微尘数三昧门出定了，出定了，从现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起，从现一切众生舍宅三昧门起，从知一切众生心海三昧门起，从知一切众生个别名字三昧门起，从知十方法界处所各差别门三昧门起，从知一切微尘中各有无边广大佛身云三昧门起，从演说一切的法理趣海三昧门起，这个三昧怎么给它定义呢？不可思议啊。头几天我跟大家讲妙，讲那个妙，那么普贤定就是妙定，普贤三昧就叫妙定，是吧？我昨天前天吧，这几天专讲那个妙，那妙妙定妙慧妙什么，为什么加个妙？那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三昧海是把这个普贤的定加个是妙定，妙就是不可思议，这个定啊它又具足无穷无尽的定，本来是普贤定，普贤三昧，普贤定，但是它变成了一切的三昧海，那一切的定都从普贤大定而产生的，是这个定啊甚深广大，说加海形容它的，因为一切的三脉接入普贤三脉，那么普贤的三脉就变成了一切的三脉，那一切的这个普贤的三脉呢是根本，那一切一切的三脉都是普贤三脉，那是知末，但是这个定有好多呢差陈述，
那现在把它摄拢来，把这无穷无尽的刹尘数的普贤三昧摄拢为实，把普贤三昧把它放开，放开，光说就是啊，变成了无穷无尽的三昧海，又把无穷无尽的三昧海收摄回来，分十种。第一种呢，能知自三昧。能知自是什么呢？就是在一念间，在这一念间，能生一切智慧的三昧，定能生坏，所以一念间能生的无有差别的这种智慧，念念无差，那就念念都是智三昧，这叫骗智。骗智，骗智什么呢？骗智一切事物，这个智是理呀、啊，理能成事，骗智一切事，那这就叫善巧智。所知的尘景，就外边所有景都作为尘，就叫把境界形容尘。一个能知，知于所知的境，能知的是智，所知的是一切刹尘的境界相。能跟所，能所知，这能所是一对。这个能所这个智慧，能在广大的佛刹，每一刹的刹变为微尘，每一微尘都能现，现这个智。都现些什么呢？所居的处所，所居的处所就是世界。这就说到依报上去了。能知的这个字，所知的这个世界，这叫什么呢？在《引证楞伽经》上说，这叫如来藏实。在这个如来藏实含藏着，含藏着一切的身、有情世间，一切器皿物质、无情世间，身所受用的，身所顿现。要器皿说，广大无边，那受用起来呢，就是舍载。广者就一切的广畅，受用的呢，只是舍载。这种智慧。